楚旋看能不能连中第三个，漂亮，哇，已经连中第三个了，关键先生啊。好，这边比赛开始，深圳队呢是拿到了第一波的进攻球权。好球，传得好。这边呢是顾全利用内线的一个无球掩护。哎，霍尔的，哎，这是广州队的一次阵地进攻配合。首先一个 UCL 空切带走防守人，李慕豪拿球啊，弱侧的一个背挡，篮下的空位。顾全接球上篮，这个球传的也很好，是用一个基地。哟，顾全，好球，二十进攻打进了。是，那这边广传出来，啊，一个好球上了，好球，漂亮，传的漂亮。换联防了，好球。嗯，我夏林杰在进攻端，李正豪大范围转移，夏林杰给底角顾全的机会，好球，真稳啊，三分命中，犯规了，这是一个犯规，犯规，这顾全第一罚命中，好的，手劲非常的漂亮。对，这是在对方已经追平的情况下，这节比赛深圳队命中率不高，看底角。哇！顾全连中两记三分球，现在已经是连进两记了。哎，好，暂停呢，咱们一块来看一下战。顾全看能不能连中第三个，漂亮，哇，已经连中第三个了，关键先生啊，不敢给投出来了。对，而龙狮这边的一个隐患呢，就是说你在关键时刻呀，对于小外援福格这一点的使用，就如何让他既这个地板你看多少还是有点滑啊，后来之后龙狮没有退守，出现美丽。好，最后的一秒打完，大家。